实况的动力啦，睡啦，今天再站一个小时没问题，今天就打到这样结束吧。没有，美筋是软的，怎么会痛呢？没事没事，只是打到头会有点晕而已啦，打在那种地方还是撑得住的。安安安安安安啊，友情问候一下。说好输了继续打了，但是不会输啊，你看我说了，收到了这么多的赞歌，收到了这么多的支持，大家把运气借给我，让对面断线吧，只要这一场对面断一个我们就好打了。刚这位大哥好像是第一次看见你啊， APPY 大哥，大家帮他想个称号吧。爸爸猫，爸爸猫，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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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 ABBY 零零四的国家控，我舔啊，大哥大哥没问题，这个 VR 我是买定了，但我们订阅还是要先冲到1000个，真的大哥，你赢了，你赢得了所有聊天室的支持，没问题啊，这一次 VR 应该是可以啦，应该是可以冲到1000吧。感谢安生 fly 的订阅，啾啾啾！哎呀，兑现，没事，听了战歌之后，兑现我也没问题啦，兑现我也坚持得住。超爽的，捡到一台 VR， 其实哦，该爽的是你们，每次的捐钱我都是拿来给你们买礼物的啊，从来没有自己暗款起来过，绝对会给你们买一台 VR。有了 VR， 你们就可以找朋友来玩了，太棒了！终于可以得到朋友。真的好吗？哎咻，好，我们这边的话可以来 poke 他们一下对面的，对面的辅助，直接把我们的辅助给 poke 残了。对面这个组合对线还是相当强力的，有这个植物的 poke， 还有镜的 Q 跟 W， 还有镜的陷阱，基本上瑟雷西会相当的痛苦。我们就来看看瑟雷西自己的操作吧。瑟雷西这波操作的不错，但是寇格摩倒是出大事了，把自己的治疗给弄了出来，还没补到瑟雷西。后退，后退，后退！我们撑线，我们撑线。然后瑟雷西在塔下被勾了一下，再被 Q 了一下，但是他的血量还是相当的多了。这一场还是等 gank 吧。这两只，这也太扯了吧！吸血，吸血，还好我带的是吸血天赋，并不害怕他的 poke。这场哦，应该是会赢线吧？你看银线的标准是什么？银线的标准首先就是要先赢 CS 嘛。那我的 CS 是赢了不止一只的，赢了5只啊！屌虐5只！哇，感谢 ABBY 零零四大哥的10块！啾啾啾啾啾！没问题啊，这一场赢定了！你们的 VR， 我拿定了。当我为了别人的时候，我总是会特别的厉害。怎么被怼爆了？啊！哦，哦耶，没事，我会吸血。
钱全吃啊。好，塔前全吃之后，来看一下我们目前各路的状况。啊，来看一下我们目前各路的状况。上路跟打野哦，各挂了一次，比数目前是0-2。中路的话两边吃兵，下路的话屌压10倍吃兵。那我们先来回家准备买一个装备，我觉得、哦、这一场先买陨落王者会比较安全一点啦、啊。我觉得续战装比较重要。那刚刚因为没有钱了，不然我就买一个四条宝珠。比数来到了1-2，这个时候我们下路辅助就做得非常的好，他觉得下路、不会发生什么事，他马上跑到了中路去，把蛇女给 gank 掉了，这样子让中路得到了一丝丝的解放，中路一个人头的差距。闪现也还在，这样等下中路就来救我们了。好奇怪哦，每一次当我要看哪一路的时候，哪一路狗屁啊！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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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噗！感谢大哥再一次的10块，啾啾啾啾！没有没有没有，会赢的会赢的，大哥大哥，你这个钱先放好先放好，会赢的会赢的。哦，好痛！我刚刚只是先让他们一个闪现啦。不然我怕赢得太轻松。好，那这么的话，波比是啊，原来波比是打野。好，对面的波比打野哦，成功的走进了我们的家里，把酒桶给赶走了。但是还好没发生什么事，酒桶并没有嗝屁。对面这个组合哦，打到会战的话，蛮讨厌的。坚持一下，怎么会有波比啊？你不行啊，这是我大哥，并不能分享给你们。咻咻咻咻咻，这个 VR 我买了再分给你们啦、啊，总会有人抽到的嘛。那如果你抽到了 VR， 愿意再把它捐赠给我的话，我也是很开心的啦。希望会有这样的善心人士出现。哎咻，哎啊啊！我跑得掉。啊，我跑不掉。但是我能换那个睡啦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圣雷西又跑了回来，但是我成功干掉了一个，比数来到了2-4，我用自己的精彩的走位，再加上自己那个疯狂的普攻，把对面给干掉了。感谢 ABBY004 再一次的5块。没事没事，大哥一定要是男的嘛，这一台没有女生啊，没事没事，我懂我懂。圣雷西回来干嘛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可能是觉得我死了不应该，他要帮我平反一下，他觉得我不能这样死掉。啊，劲开大了，让大姐清兵很有创意啊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哦，他队友怎么不见了？我分个助攻就好了，大哥。啊。睡啦睡啦，比数3-4。那这边的话，波比是直接把镜给卖掉了。哇，我也不知道是波比卖镜，还是镜那边北兰，可能两个都有吧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镜就是嗝屁啦，削。都是男的，都是男的，这一台哦，没有女生啊，不要欺骗自己啊，我扭。好，因为我有这个带的吸血鬼权杖，所以被他 poke 已经没事了。我现在已经可以勇敢了，就算放我一个人在下路，我要跑了。
好吧，如果你放我一个人在下路，我也是可以一打二，并且把自己的闪现给逼出来的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啊。再来泡泡他一下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的面包仔朱小琪又一次的来到了下路，并且帮我夺得了一个人头，比数5-5。他们还拉灯笼，想要就这个样子逃走，到底朱小琪能不能逃走了？朱小琪就在这里哦，直接嗝屁了。我牛啊，打不死我的。来，我要出事，我要出事。惨了惨了，只能自爆。嗯。何以解忧，唯有自爆。哎呦，没有嗝屁啊。来我波比啦。感谢 ABBY004 的订阅。感谢感谢。祝你哦可以抽到你自己买的 VR 啦。感谢感谢。这个子弹是没有办法扭掉的啦，必中，中了一发之后，后面都是必中的。不会吧？我们会战还是很强的啊！你看，有露露，有凯尔，有很肥的扣格魔，两个人头哎、欸，两个人头的扣格魔会战很厉害的。本人是没有 VR 的好吗？我的 VR 都是要奉献给你们的，你们有的我都没有啦。什么 PS4 啊这种东西我都是没有的，通通都只是要拿来送给你们的。好，记一下 AD 的闪，睡啦 AD 没闪。好，记住，把它记住。我要找个安全的地方发育了。我刚看到凯能，有一丝的害怕。来看他目前各路的状况，上路的话020 vs 401，还行，吃兵一样就好，等级也差不多。打野的话，两边打野是一样的，中路的话我们小赢一个人头，下路也赢一个人头，每路状况都不差呢。我都打不过这个蛇女。好，对面把第一条的水龙给吃掉了，在游戏12分钟的时候吃掉水龙，基本上这个水龙就没什么功用了。大把包，大把包，把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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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噗，大把包，大把包，把把把把把把噗。没事没事，有发现就好。感谢 ABBY 004的5块，感谢感谢。睡了大哥，今天你最大包，今天你最大。我只能在上路发育了，如果遇到那个皮卡丘我要嗝屁。真大哥，大哥今天用新台币把我怼得啪啪作响，真的大哥，大哥不屑哦跟你们站在同一个聊天室说话，他要站在我的画面上，这样看起来比较大哥。这里面应该不会躲凯能吧。好，看到凯能了，凯能在建塔的前面。好，来啦来啦，救我救我救我。哎呦，你别，我们两个可打不过他，连波比都来了。看起来是要出事了，哎呦，睡哦睡哦睡啦，我们在这边把雷西的闪给搞了出来，比数6-7。其实我们怎么说呢，我们没有，现在的话没有伤害哦。
哎呦，灯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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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面这个时间很强，有波比的敲人，凯南还会垫，然后这个加罗还能把人绑起来。这边现在是他们的 Power Spike 啊，最强的时刻来了。我们撞出去，看到了敌人的波比，然后我们在这里偷打一下对面的神女，啊，再偷打几下，好，神女嗝屁了，哦，可以点了。我们在这个野区得到了大获全胜，除非凯能把我们四个都电爆。没有，人家大哥，人家大哥用抖内，就只是想说几句话而已，就像有人会想去。有些议员会想去那个国小的，国小的那个运动会讲几句话。爸爸猫，爸爸猫，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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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，噗！爸爸猫，爸爸猫，爸爸爸。挡枪，护驾。啊，走出来了，走出来了。感谢 ABBY004 的五块，啾啾啾！他又再一次的站在了我的荧幕上面，够大够显眼，谢谢你，大哥。我可以买陨落了，终于有陨落了。这个 support 不是啊，摄影机就是拿来这样用啦，这样才能做 play 嘛，不然摄影机能干嘛？出光子，雷西就是要用那个灯笼跟队友完美配合，这样就是一个好雷西。他真的要变成护贼大将军，而且他第一个装备选得相当的好，他知道对面你看有四个 AP 角，他马上就选择了军团圣盾，准备来保住我们。看起来我这一场哦，应该是要出电刀吧？哎，小火龙你好。感谢小火龙爸爸猫，爸爸猫，爸爸的订阅，还有 SG 爸爸猫，爸爸 SG 520520 27啊 ，SG 520520 27哦，这一次也不点歌了，他也是想站在我的聊天室啊，不是站在我的画面上面说话，他正在鄙视你们。现在大家都没得吃兵了，来啊，互相伤害啊，看谁不吃兵比较厉害。感谢你的五块，啾啾啾！哦，没事没事，目标不是我。哦，哦哟！爸爸猫，爸爸猫，爸爸爸爸，牛逼啊！这个队友，牛逼！爸爸猫，爸爸猫，爸爸爸爸爸爸，噗！不用不用不用，其实点一等也是一样啦。感谢阿伟621，没有你就算 Q 先满哦也是可以的啦。这一波波比非常的漂亮，直接给我们强制推销了一波。不知道为什么酒桶竟然可以撞到他，波比应该是有开那个护盾的才对啊。酒桶不是应该穿不过去吗？谢啦阿伟这份恩情，我会永远记在心里的。爸爸猫，爸爸猫，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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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大哥你用两块就可以了，不需要用到五块了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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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到这么多了，你这个钱可以好好的省着。真的是超级大干爹，凶猛。没有，人家 SG 那一天哦也是这么凶猛的好吗？大家勿忘 SG 520520。爸爸猫，爸爸猫，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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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噗！爸爸猫，爸爸猫，爸爸。今天没有音乐了，归于。我倒觉得，哈哈哈哈哈哈。
人家在私聊，人家是在私聊，你们不要在那边乱看，这个就跟 FB 下面的留言在聊天是一样的。感谢 SC 520-520-27，再一次五块。没有啦，你只要把灯笼丢好，剩下的我自己都会处理啦，记得丢灯笼就好了。从此之后，两大干爹互相结拜。我们霍格魔就是要当马宝，我没有办法啦，这个角色平常过得就那么痛苦了，再不当一下马宝，酒桶是血量计算师啊，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他，没有一丝丝的紧张，我知道这个红霸最后一定会落在我的身上。来看到我们目前的状况，我们目前的状况是中路超肥，打野超肥， AD 也超级肥，辅助保得很好，上路的话正在发育当中，然后撑到上路发育起来。好，这个时候大把包大把包，对面的 AD 被炸了回来，我先把把噗把把包这个波比就对了，把噗，救我。好，我死掉了。比数来到了12-9，在这边的话，对面凯能冲了出来，直接把我电脑搞哔哩哔哩响。感谢 ABBY004的五块，谢大哥啊！朱小琪应该是隔定了，通常这种一滴血的看到镜头就死定了。这个时候我要摆出那个练才的表情了。然后上路凯尔的话，则是在持续的偷胎。凯尔现在直接回头了，他现在对着对面的蛇女狂敲猛敲，自己的闪现被逼了出来之后，蛇女再补一个闪现，把他给干掉了。上路啊，还在发育啊，人家发育期比较久了，人家是凯尔哎。对，原来我们还有上路啊，都忘记了。我觉得我等一下要把头巾给搞出来，有个头巾我最好不会死得太快。不是下路吃兵吗？不能去下路吃兵啊，不然巴龙要掉了。当你一个 AD 在下路落头的时候，就是你不要那个巴龙的时候了。哦，我们要阻止对面清这个眼。大概这个游戏从19分开始之后， AD 就不能再去下路了。下路就是给那些上路啊或中路的分推角去做的。中没闪，我要回家补一下。哎，感觉这里就会打起来。好，果然哦，里面是有人的。现在都不用出飓风剑了，这一场我想用火炮，我想用火炮或电刀。你出现在下路哦，对面马上打巴龙，马上打巴龙，然后你的队友并不会第一时间去锁巴龙，他们会第一时间先追你，再去锁巴龙，这样就来不及了。那我们在这边的话，完美的把对面辅助给拉了过来，干掉之后，对面蛇女也空大了，这样子我们就有机会 bet 都。爸爸爸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诸位大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要先bait这一波会战。拉只有捐这样了，送东西给大家发学学。没有没有，什么要输了？还没，大哥，你要相信我啊！你看，我们又打赢了一波会战，再抓到这个神女，我们就不行，这里要是皮卡丘电到哦。感谢大哥再一次的30块，啾啾啾！没有没有，大哥你误会了，我们哦是在做效果而已啦，假装是逆风啦。雷西真的蛮厉害的，很会勾，我先回家买个装备，用个火炮吧，火炮，然后。
下一个可以弄无尽出来，但是先买个十字镐吧，然后再来转头巾再说，先把头巾弄出来，我们上一个十字镐之后转头巾，然后就可以来对付他们。啊，大哥挖石油的啦，一天收入5-6千美，我说的对不对啊，大哥？来来来来，吃恐龙，吃恐龙，这个恐龙。好，我们成功的得到了这个恐龙座上路的凯尔，就第一个被敲走了。好，对，我们少了一个凯尔之后，还是把对面给打死了，比数15-12。我找个机会。给我个打！好，快走快走，出大事了出大事了。好像也没有出多大的事嘛。Shut down， 比数18-14。那我们在最后的最后，还是把对面给打到了，剩一只凯能。我先买个头带了。路真猛，凯尔，奇怪，凯尔的无敌。他的无敌到底放给谁了？我们好像没看过，错觉吧？应该有放吧？怎么可能不放无敌了？这是他朱小琪被波比的盾给挡了下来，这样朱小琪哦，只能在对面的野区闲晃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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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没有没有，我只是听说，我只是说大哥收入很高了，没有，不敢冒犯您了。这个阵容其实长得挺像四宝一的，如果大招都丢在我身上的话，谢大哥，感谢五块。哎，对面来吃哎，好了，这一波很不妙啊。好，在这一波的话呢，对面把巴龙给吃掉了，我们也干掉了他们其中的两个人，不赚。哦，对啊，四宝一其实我还可以冲出去自爆，哎，也不差啦。头巾哦，啊，没机会按。波比哦，波比。应该波比是被巴龙给咬死了。好，把小明吃一只之后，我们准备来煮无尽之刃了，还缺1000块，可以把我们点给清一清。感谢关关。关关巴巴在河之洲的订阅，啾啾啾！感谢感谢，素油素油，我们今天冲1000订阅了啦，冲1000订阅，臭屁啊！大开工，好好好好。其实飓风剑加电刀确实是很厉害啊，但我买不起。哎，刚刚这个会战，我丢太多 R 了，导致我最后没有 R 可以收头。大包对，没有大哥怎么会被我这种低级掉给掉了？没有大哥，你没有上头啊，我才没上。谢大哥，好，感谢刚才的哥大哥，啾啾
没问题啊，刚才这一把哦，我就定了。救我！啊，好，我拯救了半颗的地球。我们这边再炸一下对面的鱼丸叉 D， 对面鱼丸叉 D 还剩下一半的 HP， 提出22-21，我再次嗝屁了。没有无尽，不够痛。来吧，刚才帮你点歌了。呸呸呸！大大包，大大包，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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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打死我吧！我今天真的被砸爆了，又被美金强力轰炸。Butler Puri， 大哥，你要不要也来放个主题曲啊？放主题曲挺好玩的哦，你看其他诸位大干爹也都挺喜欢放的。 Go go go， 我也感觉可以加码到两个 PS4 了。下个月再来抽 PS4 好了，下个月 PS4 加 VR 再加最新的还有什么华硕笔电。没有，我只是推荐给大哥一点意见而已啦，怎么会钓鱼呢？好了，这个会战位置很差，我们会战位置从来没好过了。好，对面凯南呢 TP 了一个相当不错的位置，那这边的话，这边使用了闪绑，啊，波比又进来送了，哎，这边 AD 也在送，哎，是油，哎呦，我的个妈妈咪呀！听完战歌，整个人实力都上来了。比数26-21，我们再次把对面给 S 了，就跑了一只小兔子。啊，不需要理这个小兔子，快推塔，快推塔。怎么可能死掉了？第一次看到没有发电就死掉了，可能。我站的位置还是很不错的。谢大哥再一次的5块。没有啦，怎么可能把你当神灯呢？只是把你当哆啦 A 梦。这么的有用，充满了希望。感谢大干爹。啊，是啊，红爸。啊，音乐没来。没事没事，就算音乐没了，我们的战斗力也是不会下降的。先偷那个红爸。大哥，冷静，你可以多躲几天，每天哦，要是每天都能看到你，那就太好了。你可以把剩下的钱都留下来。哎，没钱嘞，只能先买这个了。啊，先把这个买起来吧。什么？我这个钱都不是拿来自己用的。你们看好这个月的奖品，加码 VR。VR 直接给他戳下去，大包，谢谢另外一个干爹 ，WL44444199，参战，谢谢你的50块，啾，没问题啊，这个月已经加码，如果再有1000订阅，2个 VR 啦，不然就1个 VR 再加一个别的东西，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可以买。人人有机会当大哥，喊一声大哥，破格他一下，好，破格了一下，395D 再加一点点的额外伤害，这个时候酒桶啊用了一个啊不知名的大绝，把对面给击飞了。任何人哦，加个50美都可以参战啊。
啊，不妙不妙，快快快快跑快跑快跑，我的保姆没大了。这样这边进其实大绝开的，哎，我忘记解了啊！没事没事，还活着还活着。哎呦，我有保姆的，没事没事，懂。哎，我喂，是呀，狙击士兵的 ，nice， 睡了，赢了，终于有一天是赢着睡觉了，笑着睡了。凯尔有功能的，帮我上盾。凯尔没闪没大。啊，凯能没闪没大，薛凡薛凡终于有，终于有一场是赢着睡觉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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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噗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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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谢谢 S G 520520 27的五块，就，我是觉得各位可以不用那么多啦，一次两块就好了，这样我们受不了了。赢着睡了，睡啦！不错，耶！谢大哥的五块。